我们终于来到这个跳舞的现场了。不能够靠太近。啊，今天晚上呢，我找了一个小响板哦，在哪里？在哪里？哦，看到了是吧？这小响岛来去找他的姐姐，妹妹。Hello， 好久没见啊！阿妹呢？啊，是不是好漂亮啊？两个小妹妹，还记得我吗？还记得我吗？来说叔叔，还记得我吗？他爸的朋友，叔叔。好可爱，好可爱，非常可爱的塞夏族跟这个塞夏族跟那个客家人的结晶，优良结晶。我们现在呢已经在会场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基地。啊，首先不要站人，不要站人。哦，可以拍吗？可以拍吗？尽量不要。可以拍吗？不要拍。不要拍。哦，不要拍里面。然后说这里中间是不要站人，然后我们这里是要绑这个来辟邪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草啊？你们这里叫做芒草啊？芒草。什么草？芒草。芒草啊。然后绑这个是什么意义呢？祈福辟邪。啊？祈福辟邪。祈福辟邪。哦。什么的呀？祈福辟邪。这每个人都要绑啊，是不是？嗯。好。这都是在哇，连小朋友都在绑。哇，排队，哇，排长龙，排长龙，排长龙，排队，排队，排队，绑这个叫祈福跟辟邪的这个一种草，刚才听不清楚他说是什么草。说过有朋友啊，南庄这边的朋友来这里拍照的时候啊，因为他没有绑这种祈福辟邪的这个指定的这个草啊，然后他们拍照，听说他拍出来是黑白的。那我现在呢是没有带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拍出来也会是这个黑白的。这边很多这些被称为原住民的朋友啊，他们是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都是很多都是有红饰的，而且他们这种红饰的话呢，有一种那个贵族的那种红饰那种感觉。是的那种感觉啊，朱红式。他们很多少数民族啊，他们都会用这种红式来作为他们服饰的服饰调啊。在大陆也是有这些少数民族，也是喜欢用红式作为衣服的。
吃掉。我们看到有一些拜下族的朋友在手上拿着一些像生食的这样的物件，在手上跟着跳舞的人群在那里摆动。上面有写了万发，还为老绕着圈来跑呢，绕着圈跑。
年前那么多。他说十年前那个时候他看到的大祭司摊位是非常多，摆到接近那个门口啊，摆到接近向天湖的门口那边去，到处满满的。那今年他说是少了很多。请问你是塞下族的吗？是南庄这边这个地方本地的。对。哦。是在外面工作吗？对啊，对啊，对啊。刻意回来。对。在哪里啊？台湾哪里啊？我现在在苗栗那边。啊，在苗栗啊，苗栗，苗栗，苗栗很多地方啊。苗栗市区。市区哦，苗栗市区哦，也可以跑回来，还有3天时间哦。
Oh.
要了一个晚上都不累。也非常的诚心，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在做一个赎罪的这样的仪式。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矮灵祭的这样的仪式，这样的典礼呢？我不知道，大家朋友认不认识，知不知道，了不了解？我曾经呢，在来过向天无这里旅游，也在这里拍过视频，然后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有关这个拜下族的矮灵祭的事情。今天终于有幸可以来到现场，两年一小祭，今年是小祭。那么他们这个小祭呢，是会在双数年啊，比如说今年是2020年是双数年，他们是在双数年举办的，单数年是没有的。我们这个草是在这个向天无这周边摘来的吗？差不多是。叫什么草啊？这个名字啊？芒草。芒草，哪个芒啊？是草字头的那个是吧？草字头还是？差不多。怎么写？怎么写啊？是怎么写了？草字头吗？草字头加个王，那个是吧？哦，芒果的芒，是不是芒果的芒？芒草，哦，就特地是用这一种。来来来，帮我绑一个，来帮我绑一个。我听说那个有朋友啊，他没绑啊，然后拍的东西都是空白的，不知道是不是？他有一个朋友，他说这样有曾经，拍了之后没有了，后面。全都是白的，但我拍了20几分钟，不知道到时候前面会不会都是没有的，只有从现在开始，现在是25分钟，那我要测试一下25分钟以后的是不是都有，然后25分钟之前的全部都是空白，测试一下。他们说不一定会啊。好，测试一下，大家都带了，我也跟着带吧，然后测试一下。记住，25分钟以后我才开始绑这个芒草的。终于搞清楚它的名称了，芒果的芒，芒草。我们看到塞夏族的朋友也很多，帅哥美女。
下族朋友的矮灵祭，他们一般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就是在秋收之后啊，农历的十月中旬的时候，这个在月圆之夜举办的，每隔10年一次大祭，2年一次小祭，是定在双数年举办的。会有这个矮灵祭呢？为什么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原住民族群就没有呢？为什么赛夏族才有呢？我们原来这里有一个传说的，据说这个赛夏族啊，当时这个记载已经不详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哦？就是说赛夏族跟这个矮人族啊，这些矮人族的人，族人他们身高是不到90公分的，非常矮，非常矮，这1米都不到啊。那么赛夏族的朋友跟矮灵这个矮人族的朋友呢，他们是隔着一条溪，那条溪叫上平溪，隔着一条溪。相安无事的在那里相处。那么这些矮人啊，虽然身材非常矮小，但是他们这个臂力非常大，非常大，还有他们呢又懂得这个巫术，他们懂巫术，赛夏族的朋友不懂巫术，所以的话呢，他们会用巫术，再加上他们臂力又非常强大，所以赛夏族的朋友呢是搞不过他们，常常被他们这个压着。而且呢，这些矮人呢又非常善于农耕，农耕技术、种植技术非常棒。那么这些矮人啊，他们在跟赛夏族的朋友相处的时候，他们赛夏族的朋友呢，每年到那个丰收的时候呢，就会让这些矮人过来收取这些农作物，他们会挑最好的拿走，挑最好的拿走。虽然他们把最好的挑走，但是还是剩下那个足够的食物给这赛夏族的朋友，给他一整年来去使用。而且他们会在挑完食物之后啊，他们会一起来欢庆，一起来庆祝丰收。两个族群的人呢，正常情况下相处都非常的融洽，而且这个矮人族的朋友呢，他们又会教导这个赛夏族的朋友耕作啦，还有教他们处事做人的道理啊，还有呢教他们要公平，要有诚信，要和睦相处。一方面他们是在教育教导这个赛夏族人，但是呢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歪心思。他们呢就想测试这个赛夏族的朋友有没有听他们话，有没有听他们教导，所以呢想出了一个歪心思。他们就故意的骑到这个赛夏族人的背上，
在他们的背上拨弄他们的头发，搞乱他们的头发，或者说他们在平时有什么活动啊、跳舞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刻意的绕着太塞夏族的朋友的手，把他们的手找得搞得非常的疼，搞得非常的疼，所以呢就这样结怨了。在这样结怨的情况下，塞夏族的朋友他们就非常的就是内心非常的不爽了，是不是？所以的话他们就后来呢就想了个办法，看怎么样来去报复他们。那么这一次丰收，这个丰年祭啊，他们叫丰年祭，丰收祭的时候啊，塞夏族的朋友呢就偷偷将那个矮人居住的洞口啊，在他们的那个悬崖上面，就是当时那个矮人轴他们经常用来休息的乘凉的山枇杷树那里，那么将当时的那个树的底部啊锯掉一大半，在上面覆盖那个泥巴还有树叶来做伪装。那么这些矮人呢，他们庆祝完他们会照常爬到那个大树上面去休息。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大树就会断裂，大树会断。那么这大树断掉以后啊，他们就被掉到那个万丈深渊，万丈深渊里边，那么就这样都被杀掉，被杀光了。但是呢，虽然杀了大清光了，但是还有剩下两个矮人。然后这两个矮人他们知道那个族群中了塞夏人设下的这个诡计以后啊，他们就逃离了这个跟塞夏族一起住的地方。那么他们临走之前啊，他们就向这个塞夏族人下了毒咒，使得这个塞夏族人呢种植的农作物稻谷不再年年丰收。塞夏族人呢后来呢自己知道犯了这个大罪啊，犯了大错，那么他们就请求这个幸存的这个矮人，祈求他们原谅，同时也请他们不要离开。但是呢，这两个矮人，这两个幸存的矮人呢，他们不听这个，不领情，不听这个塞夏族人的这个劝留，他们坚决要离开。但是虽然他们很想离开，到最后其实还是没有离开的。
他们在塞下族人的百般恳求之下，就答应暂时留下来教导塞下族人。他们继续在那里呢，去教导这个塞夏族的朋友如何的耕种啊，还有其他的事情啦、啊。那么当时这个矮人呢，他们就要求塞夏族每一姓氏推派一位聪明的代表来学。矮人呢，传授给各个姓氏的代表，但是这些代表里边呢，只有姓朱的朱家的代表可以一字不漏的全部学会，所以每次祭典就由朱姓的族人来担任这个主祭。这个矮人传授完给塞夏族人以后啊，他们就朝着东方离去了。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在路途之中看到一棵山中树，那么其中一位那个幸存的矮人心里边还有不甘，就将山中树叶撕开，撕开一片就下一句咒语。山中树的树叶被完全的撕开成片状的时候，另一位那个幸存的矮人马上制止，并且对他说：“你把山中叶完全撕开了，是要把塞夏族置之死地吗？放过他们吧。”山中叶的矮人就停下手了，没有再撕山中树叶。从此以后呢，山中树叶就由过去完整的一大片叶子，长成现在叶子是一片一片裂开的形状。
那么这两位矮人啊，在传授给这个塞夏族人的这个内容里边，特别的警告塞夏族人要遵守指导，努力勤奋，为人处事要公平诚信，和睦相忍，并且约定举行纪念矮人的祭典。唱矮人教导的祭典歌，否则的话呢，农作物就会欠收，甚至会灭族，这么厉害哈、就是他那个矮人会下咒语啊。所以呢，塞夏族的朋友呢，就将以往的丰收祭改为矮灵祭。啊，刚才上面这个是第一种说法了，矮灵祭的来源的第一种说法。那我也是根据这个维基百科里边所说的，大家想，因为我在一边说一边读啊，有点那个不是说的非常的流畅，所以大家可以那个，而且这里很吵，我觉得有点影响哦。大家可以上网这里去维基百科里边去了解。那第一个说法是非常的长啊，这个故事非常长。那么第二个说法的话呢，就比较短了，但是它的情节是大致雷同。不过呢，这个矮灵祭的成因是有出入的，跟第一种说法是有出入的。第二个说法是说，那个塞夏族的朋友啊，那个时候他们将通往这个矮人住处的桑枇杷树这个树桥给砍断了，那么桥上的矮人就落水了，掉到这个桥底，这样就死亡了。那么也是说剩下有两位矮人。塞夏族人，并且叮嘱他们要编这个歌舞，他们叮嘱他们编歌舞，并且是将这个歌舞是传给塞夏族人，又警告他们要遵从约定的举行纪念矮人的祭典，唱矮人教导祭歌，否则的话农作物就会欠收甚至灭族。那么说完之后呢，他们就向东面沿着河岸边撕开山中叶，边撕边念咒语，这样离开了。那么我们矮灵祭呢，它有分开鱼灵、银灵、送灵，总共六天时间的哦。那么鱼灵这一段是会供外人参观，银灵、送灵是不容许外族人参观的。现在塞夏族的朋友，他们是两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实际上呢，是
这个是后来才改的。他们在日治时代之前呢，是每年举办一次的。因为日本那个时候，这个殖民政府他们干涉赛夏族的这些祭典，所以的话呢，才改为每两年一次。那么这个大祭跟小祭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区别只是说大祭会有祭旗的制作。祭旗呢是赛夏族的银铃高仿，仿是一种旗帜。在赛夏族人的心目中地位至高无上，外人是不给触碰的。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黄旗祭旗？看到的这个好像很简单的，大家就是围着圈，手牵手，手挽手，在那里跳很简单的舞步，非常简单的舞步，前前后后这样。送灵、屠泥、聚餐、慰劳、河边送灵，这么多的程序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现在看到的四十多分钟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过程，只是它的这个矮灵祭的一部分而已。带的那种招魂的那种感觉，古代的那些招魂术、招魂的感觉，真的有点，到处都非常大的雾气啊，非常的朦胧啊。
哎，想请问你是塞夏族的人吗？啊，你好白哦，有点鳞屑不同哦。我们比较白一点。对，为什么你会比较白呢？哎，我们塞夏族都比较白一点呢、啊。这样吗？从你看这样看起来，其实是白一点。对，好像塞夏族、阿美族也稍微的白一点。啊，比起其他的要白，要白，但是你的样子不是很像。对，大家都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跟那个华人那个？对，我是跟客家人。客家哦，是，所以我觉得客家人跟塞夏族的、啊、结合生出来的小孩特别漂亮，是又白又漂亮，优良品种。你是在外面回来还是？对，外面回来的。在工作了哦。没有，读大学。哎，在读大学啊？在哪里读啊？台中。台中。静宜大学。啊，静宜啊，哎，静宜我知道嘞、嗯，我有经过，我开车。在沙。你们那边那里有一个地方啊，吃什么简餐啊？然后对夜景餐厅看夜景，我去过。对对，很棒很棒很棒，是，好，谢谢谢谢，拜拜。啊，静宜大学的，哎，你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啊，到时候对啊 YouTube 啊，到时候你可以看回你的采访啊。文明，文化的文，名是口这边鸟，一鸣惊人的鸣，对，是。过两天我会放上去，是要点这个，对对对，然后要点那个小铃铛，到时候它才会有芯片才会通知上面那个，对对对，好，谢谢。啊，又一位塞夏族的美女，她是跟那个客家人啊两个族群，客家跟塞夏族的朋友的爱情结晶品。现在这个时间呢，快到9点钟了，但是呢，这越晚越多人啊，越晚越热闹。这也是我来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说了，要晚一点来，越晚。从下面这里走，拍毕业照啊，来这里，哈哈。跟那个灵界一种祭典，跟灵界有关的祭典，实在是非常的
合适，非常的吻合配合这种气氛，这种环境。是赛夏族的哦，应该对，看你的这个长相应该不是。第一次来还是以前有来过？看，什么时候的事啊？多久以前？大概不久吧。不久，他两年一次吗？双数。4年前吧，2016。2016年，4年前哦。啊，感觉如何？跟4年前比较？没有什么不同啊，没有什么的，都是跳这种舞步，来来去去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哦。小时候来看也是这样，小时候也来过。对，哇，那有看过大祭吗？有，大祭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多久以前？10年前，大祭10年前，2012吧，2012，就十年，一二，不止吧？2002的话呢是十。十八年前咯，哇，18年前，那个时候我听说，比较热闹，还有这些摊位比较多，是不是？2002好像对。是，大祭正常应该是会更热闹的，啊，那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受呢？经常来看，为什么会经常来看呢？经常。你又不是赛夏族人。哦。因为小时候住这边啊，有兴趣。小时候住在这边。哦，小时候住在南庄。那你是属于南庄人还是不属于南庄人？南庄人。属于南庄人。哦，所以有这个感情对南庄，所以就会趁着这个机会。那觉得你对这个海灵祭的文化，你了解的深不深啊？我不知道算不算神，但都知道。了解的，是了解的。从小耳濡目染就知道。对对，它的精髓在哪里呢？精髓啊！啊，精髓就是，如果用这个白浪的说法，白浪就是比地人嘛，比地人的说法就是，汉人的说法就是，这个饮水思源头嘛。饮水思源。对，大概跟汉人的。类似这样的精神吧，就是他们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给你的信息，对，哦，啊，所以你因为你是这里的人，你是这里出生吗？对，就这边出生，所以你有这种同感。有这个同感，对，其实很多文化的东西，人类文化的东西都是通的，大家都是通的，因为人性嘛，人性都一样的，其实也是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人性的东西。因为他跟那个，达彦的那个祖灵跟这个阿密斯的这个丰年祭，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是，然后它跟西拉雅的那个业绩又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化的传承。是是是 是，这个台湾的原住民族群里头，对，没有的，其他没有。对，对我比较冲击比较大的就是两个业绩，一个就是那个西拉雅的，哎，一个就是塞夏的，对，它是很特殊的一个，不同于汉民族的一个祭典。所以你特别感兴趣。是。那有机会我都会来。对，虽然离开南庄很久。是是是，离开南庄是你小学还是？小学就出去。小学就出去。哇，几十年了，一晃几十年了哦。几十年了，好快哦。南庄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你感觉你对这里啊，你的印象，南庄给你的印象，你小时候那么小就出去了，但是还有记忆了啦，是不是？当然。那对南庄你的这个记忆是什么呢？朴实、自然、纯真。就跟这样的祭典一样。是是，你是客家人哦。客家人。南庄这边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了。除了塞夏的话，还有一些泰雅原住民塞夏，然后绝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又会跟那个塞夏族的朋友通婚哦，泰雅也有。泰雅也会啊。对，他们生出来孩子特别漂亮哦，特别可爱，特别聪明，特别漂亮哦。你有看到哦？这边泰雅跟塞夏，汉化的程度都很深，很深很深。所以我跟这个他们聊天，感觉他们的脑袋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且他们也有塞夏，也有那个在祭祖，也有祭祖先，也有祭祖，几乎都完成了。这祭祖好像听说是学客家人的。是不是？他们汉化程度很早很深。是是是。这边泰雅也是一样，汉化的程度都比别的地方都深。这样，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没有去研究。没有去研究。但是我知道，它比像五峰的塞夏，他们的汉化程度就没有这边的深。因为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我在猜想哦，因为五峰那边啊，他那边绝大部分都是泰雅族人，汉人很少，那边汉人偏少，那么所以他们自己不会说跟汉人接触的那么多，他们受影响就因为很多时候你这个族群大，他就会融化掉这个小族群的很多东西，那小族群它会被大族群所融化掉，应该是共同生活圈的概念。对对对，它是共同生活之后，它会受影响嘛？你族群大，它会就受你影响的。然后比如说你的文化比较深，文化比较根基比较深，比较源远流长的话呢，还有的东西他觉得啊这些东西也是好东西啊，他就会学，是不是？那么会互相影响吧，我想看这个。好，继续，不好意思啊。好，谢谢。我介绍一下，我是香港的朋友。对，我会拍了以后，我会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好。终于找到了一个客家人朋友来做访问了，也访问过塞夏族的朋友了，也介绍了客家的朋友跟塞夏跟泰雅族的朋友一些通婚的情况。那么我这条片呢，差不多也要结束了，一个小时了，这条视频已经太夸张了。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越跳越集中在一起，从一个大圈现在变成一个小圈了。
而且从那个非常平淡的舞步，现在变得非常的热烈欢腾在那里。其实我真的不想结束，因为后面还有什么事情发生都不知道。但是因为整个过程的话呢，估计是他是会很晚很晚的。再问你一下，是不是他这边会通宵？哎，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仪式是不是会通宵进行的？对啊，通宵进行。对对对。哇，那他们跳一个晚上不累吗？好厉害。有轮流啊，会有轮流，对吧？自己养，自己累就休息，对对对对，然后有朋友就顶上去，对对啊，会顶上。你是赛夏族的吗？对啊，你会不会有客家的血统啊？客家人的血统？没有，对吧？没有，纯的赛夏族。我们看看纯的赛夏族的朋友啊，但是也有点。你也是不是感觉很像那个原住民那种完全原住民的那种味道？对啊，没有，因为可能你自小就出去外面了什么了。对啊，可能也有关，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哦。你是工作了吗？对啊，可以工作。工作了。哎。那是特意回来啊？特意从外面回来是在这边工作？我就住在部落这边了。哦，住在部落。对对对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原来我们是跳通宵的，整个形式是会通宵，所以的话呢，这个我在想了，我不可能拍通宵，也不可能一条视频是拍到底了，这样的话呢，到明天早上的话呢，要多少个小时？现在才9点来钟。现在才9点多钟，那么通宵的话呢，还有多最少7-8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那好吧，我们这条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了。大家以后啊，对这个赛夏族的灵祭有兴趣，或者想那个了解更多的话呢，自己上网去找资料，或者亲自到现场来。跟赛夏族的朋友交流，还有来看这里的祭典。唱歌的朋友也越唱越那个。动了，越唱越激动。我想问一下哦，他们为什么后面之前他们不是围着跳的时候都是很斯文很慢，然后为什么现在突然间他们会有这样的场面呢？这好像很那个欢庆啊什么的，就全部的歌曲里面就是这一首会有一点比较对快一点，是对，就都是快一点，就然后想表达什么呢？表达就是我还没写到那么深，没了解是吧？对啊，还没写到，我还是还没写到那么深呢。好，不知道要问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啦，说可能才会比较了解，说对啊。我问你，这个好像有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是吧？哎，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之前我们跳舞的时候啊，你可以不上镜，你可以不上镜，可以不上镜，但是问一下哦，有点害羞，有点害羞。那我们再走。哎，那个又找回你来问一下，刚才呢为什么我们一直慢慢的这样走、啊、我不知道，我要问他，突然间那么我不知道欢快啊，那么欢腾啊，为什么呢？哦，不知道你肯定要问啊。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刚才哦，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兜圈在那里走啊跳哦，是比较慢的节奏啊。那为什么到了后面这里会突然间那么热烈那么欢腾呢？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那个气氛，到最后的时候是算是比较欢乐。对，然后那个唱歌的人在带动那个气氛。对对对对 对, 对，没错，他越来越这个声音越来越激动。对对对，所以就是听那个唱歌的人他现在唱到什么样的调子，他们就跟着就好像指挥，连唱歌的人自己都在里面跑啊。哦，就好像指挥一样。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有唱歌的好像要快笑出来的那个声音？是是是是是，因为他们又要唱歌又要跑，所以他们也很喘，有点喘气啊。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形式的变化有代表吗？有什么意思吗？它就是不同的心情了，因为一般人如果听不懂歌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就是只是节奏不一样而已啊。是，但实际上它每一首歌的歌词是不一样的，对，有内涵，它有十几首，所以它每一首在唱的时候，一般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会误以为很像其他的原住民都是什么丰年祭啊，所以都是很开心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算是比较忧伤的。对对对，是是，所以他们唱，你会看他们的动作都不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没错，是。那因为他们在唱的歌曲里面，有一些是在教导说哪些事情不可以再做，不可以犯错。那有一些是在教导他们的一些农作怎么去耕种的。对对对，这个就像这个矮人他们教导赛夏族朋友怎么样耕作。怎么样做人，怎么处事，对对对，一样，他也是用回那些，而且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禁忌，就是很多歌都是只有在祭典之前一个月才可以开始练习，可以开始唱，平日是不可以拿出来唱的。哎呀，所以这也造成一个困扰，就是如果我不是那种音质很好，然后记忆力很好的人，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一个月之内学会。记得住哦，所以真正能唱的人，对，真正能唱的人是很少，刚好是很有天赋的哦。他就是对音感很好，所以很容易把那个调子就记住了，然后再加上歌词，他也很快就记住了。要不然他们在唱的时候是没有歌词的啊，那你没有记住根本不可能来唱。因为他边跳边唱的，在里边，他也在里边，也在那个这个跳舞的里边。是是。哦，这些歌词对原住民的文化保留，这个就是会很困扰的事情。因为有难度还是？对啊，因为你他有这样的规定啊。那早期的人没有这么多社会的忙碌的生活嘛，所以我可以专心的去做这些事情。对对对，比较多时间，那平时就可以练了。就农业社会的时候，农耕，对，可以花很多时间，就像包括衣服，以前就是农闲的时候，自己家人就做给自己家人了。对。那现在根本不会，因为他根本忙着工作赚钱，是是，只能够外购了。然后你真的用手工的时候又太贵了，他们去买根本就买不起。那个做起来有时候一件可以是十几万的，对，贵的十几万一件。那你说我如果没有，那我要花十几万去买。是是是，但是简单的啦，一般简单的话一两万都可以了。但是简单的又不是他们真正传统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改过了，他可能这么便宜啊。是是是，这不是传统手工的，都是织出来的。因为你越漂亮越复杂的一定是手工，没错，你都做得出来。是你这一套呢，这一套几千块，因为这个前面这些都是工厂做出来的，再加上一点手工的。是，主要是工厂做的。对，然后自己再加添的什么。你是赛夏族朋友吗？我不算是，但是我已经参加过至少五六次以上了。他们每两年就一次，每两年一次，所以已经大祭你有参加吗？2000几年，2002年还是什么？五年前就有大祭啊。哦，他们是十年一大祭。对，十年一大祭，五年前有一次大祭。对对对。对，那个其实大祭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平时的时候不会把旗子带出来的那些旗子，会有一只特别大的旗子在绕场。对，那个因为大祭才会去做那个旗子。对对对，那他这边那个高的那块地就是在插那个旗子。哦，然后我们
现在这些旗呢，这些升旗是这个都是各家族的，有意义吗？各家族自己的旗子哦，不同的，你看他们有姓氏，有姓封的，有姓在上面，就是封家的旗子。哎，那有一些家族他没有姓，我们上下族都是用那个大自然的命名的，大自然的那个事物来命名的。照理说应该不止这些啊，对。但是因为有些家族他没有做，所以就没有。哦，那我们看到现在二三四五个升旗，五苗升旗，这五个家族代表。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做一支，就两三家就用那一支就好了。大家合起来，但是姓氏都会列上去吗？没有，那就是列一个，列一个而已。对，哦，然后他们要怎么做也是他们自己决定，所以有时候因为他们都要扛嘛，那他们有时候为了方便扛的人，所以他们制作的人会去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它弄轻一点。把那个重量减少轻一点，怕是一个晚上这样抬着。他们会轮流，不过至少对一个人至少要扛两个小时。哇，所以当他们有时候也够累的了，他们有规定，就是你受不了的时候不可以放下来，一直要做到你真的整个人倒下去才可以放掉。对呀。所以有时候他们排班的时候，结果你时间到了，结果下一班的人没有来，哇，那就惨了。哎呀，所以有时候他一定要自己家族，他会扛了两场，就扛了四个小时，然后一定要自己家族的人肯，是不是？其他人不可以，不一定要自己姓氏的家族的人，但是他们说，如果你是别的家族的人来扛帮忙扛的话，可能你们的福气就给他抢走了。哦，他有这样的寓意。哦，所以的话最好自己人扛，自己人扛。哦，你的了解很多哦。那因为已经参加过那么长，如果对原住民文化很有兴趣的话，不是只有参加祭典，对。但是绝大部分人对原住民的文化就是觉得就是很开心的这些祭典，看一看就走了，对。所以很多人来参加赛夏族祭典的时候会觉得很无聊，对，我有听说。一天晚上之后就觉得整个晚上都在那里。那真正要了解原住民，你一定要认识他们的人。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个族的人的想法还有生活习惯跟另外那个族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嗯，像我自己很喜欢原住民的文化，哎，但是如果我不认识那个族里面的族人，哎，我就不会想要去参加，因为我会觉得我就像一个观光客一样，他们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啊，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的衣服是这个样子的，是通通不知道，那你去了有什么意义？是所以我会喜欢，比如说平时的时候有认识原住民，然后就会问他说，你会不会去参加？如果他说会，那我就会跟他一起去。你认识很多原住民朋友，比较有心一点去认识他们。是，然后你是从事哪一方面的？有跟文化有关系的吗？我是从事。我本身是做贸易的，哦，那因为是我自己的公司，所以闲暇的时候兼职当导游。哦，这样，但是你说像这种文化哈，这一类的文化，因为我主要是接外国人的，哦，就是外语的导游。哦，那你外语很棒喽，还可以。这种文化，外国人喜欢的话，但是可遇不可求，是必须你刚好来，到或是你有心知道，刻意来，事先知道有这样，刻意来，要不然的话，你说来了，像我有碰过有外国人很喜欢，那因为他们在国外看到的影片都是这样穿好了衣服啊，这样表演，所以他们都误以为这些人平日就是这样穿着，就是你到了那个区域就会看到那一群人就是穿着打扮是这个样。对。但实际上不是啊，他们一定是在特别的祭典才会穿出来。是。所以你说他来了，他说叫你带他去，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种有传统的那些气氛在。是，可遇不可求啊。对。如果要可求的话，你就自己要刻意去安排了，是吧？就是你要去打听，
或者是要去问，就是问旅行社啊，说我有兴趣想要参加这种，是你们有没有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活动？是是是，对，那也要看旅行社他能不能招到跟那一票人都跟你一样对这个有兴趣的，他招不到，他只能安排你私人的小行程而已，那你的费用又要很高了，对啊，你如果能够负担得起就要，是像他们这边的民宿啊，一到了祭典，他的房价全部都是涨一倍，对，翻倍。那山上只有一间民宿，还不一定租，都租不到啊。对对对，还租不到嘞，是吧？对啊。所以有搭帐篷，我看到。所以绝大部分的原住民都自己带帐篷。带帐篷来是，没办法找到地方住，因为这里也通宵啊。对啊。连续。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帐篷的目的就是休息一下而已，不是真的用来睡觉的，只是用来休息而已啦。然后想问一下哦，就是您那个给你的感受哦，这个百灵祭啊，你有什么感受跟收获吗？得到什么样的？我觉得我参加了一些其他原住民的祭典之后，然后再认识他们的人，我觉得赛夏族的人是比较有心，对自己的文化想要去保留的。有很多族的，他们甚至是他们族里面的耆老，我有时候问他们问题他答不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他在回答的过程他是完全是自我心证，并不是说真的有根据说他了解的，他就是我忽然问了他就是临时想的这样子回答，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不知道，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说那我要赶快去查出来到底这是什么原因，没有心去追源溯这个追溯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这是他们很可惜的地方，最后变成说真正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学者文史工作者教授啊，他为了论文他非得来，是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教授这么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承，结果他们自己的人说那个教授胡说，根本就不是这样那到底谁对？有时候是教授对，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对有时候是他们对教授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没有问对人，对，没错没错没错，那很多时候，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也算是为他们担心了，你说他们的文化会不会不见了，我觉得会是迟早的事，迟早的事，就说如果他们自己都不去保护，不是去那个，我不是原住民我都还这么有心要来参加他们的祭典，是我还会知道提早安排说这个时间把它空出来，他们自己的人都不愿意回来，那你自己的人都不在乎了，你怎么可能再保留？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晚上啊，实际上我感觉上最多也就是个，我推测哈，最多也是个一两千人顶多了。这一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它比较是周间，他们过去都是礼拜五第一天。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一早上结束，对，他现在是礼拜今天礼拜四，对，礼拜四参加过这么多场，这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对，这是第一次，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会好一点，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那个新冠疫情，哎，对对，所以有很多游客就不想来了，是是是，还有外国游客，对，外国游客少了，少了就多了我这个香港的朋友，大部分来的还是以台湾人比较多，外国人比较少，就像我这个外国人啊，香港朋友就少了，我看到有老外。个别不多，个别老有一些老外其实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因为他们自己有认识这边的人，是像我有认识一个日本人，他每一届都来，我每一次来都认识，我们都已经认识了，甚至还有时候到别的族的时候还遇到他他也是这个，然后他最今年嫁给了一个原住民，女孩子啊，这本身女孩子，是嫁给原住民，他这么痴狂对原住民文化这么痴狂，真的，这也是，少有。像他们在打那个鞭子哈，他有时候是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有雾的时候，他们有一种传说，就是说如果那个鞭子打完了之后，这个地方那个雾气就会不见了。哎，也是有一点点哦。那打那个鞭子呢？有时候又打不出来。
为什么？就是技术嘛。哦，那个鞭是什么？那个一条像我们皮带的那个是吧？马的马鞭啊。哦，马鞭。我们今天你之前来看的，是不是也好像今天晚上这样这么大雾呢？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大到这样根本看不到对面的人。是啊，刚才差不多啊。对啊。现在又散开了哦。我有一年来的时候，那个天气是一直不同的变化，就是有时候是整个都晴天，完全没有雾。那有时候就一下来的，整个通通是雾。看不到，你那个开车子和三公尺之内都看不到对方的。这个是南庄的最大特色。对，它会，你比如说5、6、7点有雾，它慢慢越到了11、12点，突然间整个天空都。所以他们说为什么矮灵祭，大家觉得很神秘，就是因为它是晚上，然后再加上天气很多都是雾，那。他们都只有唱歌，所以如果敌人他听到了，就不知道他们人在哪里啊，因为看不到他们的人啊。哦，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是的，你歌声，像十面埋伏的样子。对对对。那他们唯一的伴奏就是那个纯铃而已。嗯。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他们的屯铃跟演唱其实是不对称的。照正常的状况，应该是屯铃的节奏跟唱歌的人的节奏应该是一样的。什么叫屯铃？背在屁股上面的。嗯，你看那个声音，他们是绑在这个屁股上面，在这里。哦，屯铃。对，那个铃铛。铃铛，对。他们也是各家自己做自己的屯铃。屯铃，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姓氏了。哦，他在屯铃上面会有姓氏吗？对。哦。所以，按照原始他们的正常是，唱歌的人的节奏，屯铃要跟着他打那个节奏。是。那现在是唱歌的人自己唱，屯铃的自己聊自己的节奏。哦，没有配合，没有配合。哦。因为你看，唱歌的人的节奏比较慢一点。是是是。他们的节奏比较快一点。哦，正常要配合的。嗯。他们过去的传统屯铃的目的就是要跟他配合他歌唱的节奏，他唯一的伴奏嘛。是。对啊，那你现在两个，他做他的节奏，他唱他的，那就等于是各玩各的。也许都累了吧，对，都很难搞在跟在一起。可能他们没有特别去强调。哦，那这个可以向他们建议啦，是吧？你这个对他们那么忠实的勇等勇等。不过他们正常他们的族人，大概都会有一半的人不喜欢外人来。是啊。他们会觉得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跟祖灵的关自己的事情，何必要外人来这边打扰我们？有这样的啊。哦，我曾经有参加过台中的一个文化部门，他们办台东的卑南族3天的文化体验，结果都缴了钱报名了，什么都 OK 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以给我你的账户，我要把钱给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不办了。我说啊，不是都已经弄好了？他说因为他们族人吵架了。啊，就是一半的人愿意接待，另外一半的人不愿意接待。哦。然后不愿意接待的那一部分的人呢，就到处写信去告，去控告，说他们不要。结果他们又要办，强迫要办，就是各种部门什么到处寄啊。这个东西的话呢，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啦，是吧？不过我接触到的蛮多原住民，他们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嗯，他们最多就是邀自己的好朋友来而已。哦，他们不会喜欢说你是纯粹来观光，根本没有人认识你是谁。那我们看到了原住民也有一部分人还是比较保守。对啊，比较传统保守啊，然后所以各族的原住民的个性也不一样，不同。对，有的原住民的个性是很开心，没错，很欢迎，很开放。我觉得阿美族特别开放。真的吗？阿美族的朋友啊，
可是我接触到的阿美族的人、就是也许是因为交情不够吧，是吗？我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作没有很多，所以就会想说今年有时间就去参加阿美族。也许、也许不同的区域不同、我接触到的是台东，这个我接触到一个是花东那边，我去卑南族的时候认识的、那边，因为他是嫁到卑南族来的哦，所以当他我在跟他们讲说我想参加那个花莲的那个，就是阿美族的那个丰年祭，丰年祭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你就找他，因为他是阿美族的啊，等他们有祭典的时候你就跟着他去啊。是，结果真的到了之后问他，你就要看他在回答的过程，就不是那种很开心，希望你来，很热情的、甚至到最后时间地点都告诉你了之后，他还留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你不要来参加我们的组的啊，有这样那他就给你一个理由说啊，因为我们的组、已经变化很多了、就是很多政府官员都会来，所以就会变得很现代的，根本就不是很传统的那你各有各就会觉得说他不是那么欢迎。那是那是，那各有各的遭遇了。但我感觉他们，就是我接触下来啊，觉得他们会比较容易跟你交流啊，比较愿意跟你交流、台湾人对原住民的想法都是像你这样子的，就是一般人对原住民的观念都是觉得原住民是很热情的，然后很幽默的。所以我自己也很惊讶，而且我今年是问了很多、是不是，我也觉得有一些他们也是稍微比较拘谨，比较保守，比较那个，就是对啊，所以我说我只有一些自己安慰自己、可能是我跟他们的交情还不够吧，不够深可是你看我跟塞夏族我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我当年第一年要参加，其实我第一年参加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老师，我们在受导游训练的时候、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讲师、就是塞夏族的，我刚刚还看到他他们姓根的，姓根，对，树根的根，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们今年刚好有矮灵祭，我们是两年才有一次，但今年刚刚好有、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到时候确定了日期之后再通知你们。结果他通知我们了之后，他就跟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参加、可是没有地方住宿，所以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最好的方式就自己带帐篷来然后第二个呢、不会有人接待你，我也不可能在旁边接待你们、跟你解释说我们这些是什么你自己照顾自己。所以那一年呢，就本来大家都很有心想去、结果听他这样一讲了之后，就九成的人都不来了，没地方住。那我是那一年来的、所以我也不认识他们的人啊、那我就在那个脸书里面找那个原住民的族群、群组，然后我就去加、然后我就在族群里面发言说有没有人今年要去参加矮灵祭的，是，然后我发了好多好多好多都没有人理我，都没有人回应、这样忽然有一个人回应了、他说有，我要去、我就是塞夏族的、然后我就问他我可以跟你们吗、然后他说我问问看我的家人再告诉你，然后事后他就告诉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把他妈妈的电话给我说你跟我妈妈联络啊、什么时候的事、101年，哇，八年前了，八年前喽，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矮灵祭，第一次来参加，然后那一次来的时候、又是我这几年来那个雨下的最大最大的，那所有的人的脚全部都是到这边，全部都是黑的，都是泥巴，所以那天也没有很多的外国，就是外地来的，外地人不多，都不多了，因为真的下得太很非常的严重。他们塞夏族人在这里，整个男装的那个雨鞋全部都卖光了。然后你知道有北塞夏的哦，有，就是那个北的比较小，对，人口小，他们人口比较少。那实际上他们有一些东西也是跟南的也有不一样。他们甚至连我正想问你有没有去参加过，我没有参加过啊。他们自己告诉我，我就昨天在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北塞夏的人甚至讲那个塞夏族语跟我们的都不太一样，甚至发音都不太一样。不出奇，因为他们可能也
不知道什么年代就从这边出去，对啊，有可能。所以的话呢，水土啊都会不、嗯、吃的东西不同啦，水啊水有的、啊、水源有点不同、啊。那真的会这个样、啊？像那个卑南族，他们有、嗯、有一个部落，就是跟卢凯族啊、嗯，他们比较混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会引用了他们的一些习俗进到他们自己的祭典里面。哦、可是那个祭典是其他人都没有，就他们那个部落有而已。哦，他融化了，跟别的部落的文化融化了。所以一样是像赛夏族比较单纯，就是只有向天湖跟那个五峰而已。对，其他的部落就是各部落自己办的嘛，其他的原住民。嗯、那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去过很多，就会发现，哎，每一族的都不太一样。它的基本是一样，但是有很多细节就会开始不一样了。你有在五峰你没去看过哦？我没有去看过。然后赛夏它还有其他地方啊，在台湾没有，就这两个地方而已。其他没有啊？其他的就是他们自己家庭的，在这个矮灵祭之前，他们有自己家庭的一些仪式，各自家庭自己的。对，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的赛夏族啊，就这个而已。他们集中在向天湖这里、南庄，还有就是五峰乡那边。台湾其他地方没有。没有了。哦。他们不一定是住在这里，哎、但是他们的祭典就是这两场。我知道。对，没有别的。他因为最早是向天湖这边，嗯，这个发祥地在这里吧，赛、嗯、夏族。所以他们。嗯前一个月开会的时候，嗯、两边的人通通要一起会合、嗯，开会，然后决定时间、哦，他们会在河边开会。哦，今年就是因为北塞夏的人要求的，这时间，对，他说每一次都是我们都要搞到礼拜二、哦，你们都到礼拜一就结束，我们都要弄到礼拜二。哦，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一次变成是他们这边的要请假。为什么要搞到礼拜二？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跟他同一天啊，他们都晚一天啊，推后一天。对啊，哦、那他们过去正常都是礼拜一早上结束嘛，嗯、那他们是不是要礼拜二早上才结束？所以就要搞到礼拜二。那你每次都会看通宵吗？不一定。然后他这个形式。从傍晚开始了、嗯，然后一直到通宵的话呢，它所有、就是、一直重复，所有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对，对像刚刚不是有一场，就中间有休息吗？对，对、啊、那就是一场结束啊。哦，可是它中间没有休息很久啊。你看他们一结束，大概两三分钟之后，马上就又开始了。是是是，然后又在围大圈了。对对对，围大圈，然后就缩小到最。到最后，现在因为时间还早，对，所以还有很多人。你到晚上的时候，哎，一点两点开始，你就慢慢少，慢慢少了，人会慢慢少了。所以为什么他们最早的时候，嗯、他们都是12点之前不让外地人、嗯、非族的人不可以下去跳舞？哦，那现在可以了，是吧？现在可以是因为他们的族人不多了。对啊，我看到现在有穿普通衣服的人啊。他们提前开放。昨天人更少，昨天还没有这么多人在观看，所以昨天 一大早就开始了，就是有其他人在里面跳。哦，一般正常哈、哦，他们还没有开放，就是不是族人进去跳舞之前，你会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穿着衣服的。嗯，对，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的。那像我们，像我会有这一套是我自己买的。哎，我们会有是因为我们跟他们有熟了。你才有可能有这种东西啊？这样吗？对啊，不啊，他们也有公开卖这些，也有啊，也有公开卖啊。但是你不会下去跳啊？是是，你下去跳一个吗？有这以前有试过下去跳吗？有。几乎每一次来都会下去跳。哦，好，我们一起下去跳一下吧。来。哎呦，跳之前你可以这样。你讲解了那么多啊，因为我会把我所拍的所有全部我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你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然后到时候呢可以看回你自己的精彩的讲述，讲很有水准的。
很有，你也做导游的很有水准啊，非常清晰，讲解非常清晰。原住民还有一个他们讨厌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外人来常常会犯他们的禁忌。哦，对对对对。那我常常就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也没有告诉人家禁忌是什么，人家怎么会知道你的禁忌是什么？是是是，当然会犯啊。他应该搞一个告示牌，是吧？像他们有啊，那他那个地方有，可是重点是你不一定会看到啊。他要大会要宣布咯。对啊，你进场啊或封场啊什么时候要宣布他们会做，但是我是觉得那个还是没有办法彻底啊。那当然当然，这是这没办法的，这个因为你现在宣布，可是我是后来来的，我才没有听到。人潮不同时段。对啊对啊，是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你们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担心，你又欢迎人家，但是你又担心，你是不是可以想一个办法，比如说所有外地来的人要进来之前，都给他3分钟告诉他们说我们有这样的禁忌。其实他可以在那个票后面印刷票大一点，票做大一点，印刷在后面。但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为了你们去做这些事情，干脆就不要你们来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心态。对对，但是这个东西说去做，就像他们也没有很高兴说你们一定要来了解我们这些文化是什么。这就是他们这种本身他的心态的问题了。对啊，就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所以我才会说，那你们自己都这样，甚至你们的人都没有我们这么有心。是，那最后你说不消灭还怎么可能？三一军都会到最后就没有了嘛。是是是，你们自己的人，真正有心的人是一回事，但是有心要去投入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是是，如果我们在讲的什么2080法则，有没有？你有听过2080法则吗？说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认同这件事情，但是我愿意付出，为了这件事情而付出的只有20%的人。有钱就是所有的有人口里面有钱人只有20%，剩下都是没有钱的人。就是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80%是大部分的人，20%才是真正的有心的那群人。然后你那如果在2080法则，那20%的里面又100%投入的，可能又是20%里面的20%，越来越少。对啊，越来越少。所以到最后一定是结束的。是，所以的话呢，任何的族群他应该要开放自己，开放越开放越好。那你别人会来看，就是对你是一种支持啊，是吧？然后因为重点是他们不会认为会被消失啊，他们会认为有啊，我们都有在保留，我们都有在保存啊。这是我每次听到的，他们给我的回复都是这个。关键是年轻人他会越来越没有那个头。所以我遇到很多在社会上遇到很多原住民，当我问他说：“哎，你会不会去参加？”你他们都说不会。不会，我遇到很多都是不会。因为他们就像你，我们看着觉得无聊，他们更加觉得无聊了，来来去去都是那。可是那是你的文化，又不是我的文化。是。而且以他们来说，2年才一场。是是。他们有人亲口说过，我干嘛为了这个损失了4天的收入？哦，那在算钱。因为一般他们的生活都不算是很富裕嘛，所以可能这4天。他一天如果2000块，4天就将近快10000块钱，对，所以他收入是占很大部分。是是是是。其实我觉得真正能够要保留的话，就是政府要主导。啊。对不对？政府要主导。怎么样主导啊？要花钱啊！政府要出钱出力。对啊，出钱出力啊，对啊。然后，因为比如说，很多人是为了钱不愿意参与嘛。你有钱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参与了。或者是说，你平日有人在来写你们自己的族人，来记录这些东西。那现在他们自己记录，谁给钱啊？没人给钱，我干嘛花时间去搞这个东西？所以变成他是义务了。对啊，除非就是他真的很有心，他想要保留这些的人，他才会去做这种事情。那你如果政府就说好，你们这些人
这个就是你的工作，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这样才不会你说一套他说一套，那到底谁的说的是真的不知道。是对啊，因为你传久了以后可能就会变掉。对啊，会变掉，口传的就是会这样变掉。对啊，即使爸爸妈妈有在讲，可是你看同样的小孩听出来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是，哇，那个帐篷后面那个灯红色有点红色的。我拍了快两个小时了，直接落两个小时了。好啊，谢谢你接受访问，帮我们解说，你这是一个很好导游。我今天免费导游，希望没有讲错。有讲错的话呢，不过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人有时候都没有我懂。是啊，所以我刚才问他们，我都开他们玩笑，就是说奇怪，怎么你对你自己的文化都没有我那么有心呢？是，那一样的道理，你看你们自己人都没有这样的，还想把文化保存下来？是。我刚才问了，有些他也不知道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是。然后你不知道，你说他也不会说，哎，我不知道，我应该要不要回去问我爸爸妈妈？这个倒是不会，没有。对，他没有这种，没有错，不够细，不够。对啊，好啊，希望他们呢这些朋友啊意识到你说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光的资源。是啊，所以政府，所以你要解，你要比如说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啊，你要收入多一点，好好的用这个机会啦，是不是？对啊，现在政府有支持他们，就是在某些地方他会规定你必须具有原住民身份，你才可以从事这些工作。哦，甚至包括做生意，对，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开店，你必须是原住民，原住民才对。对，这个就是慢慢，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原住民委员会，政府的单位，就是在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权利的嘛。但是我们常常讲政治就是一回事，因为他们觉得原住民的人口太少了，哎，所以没有这么需要花这么多，着重，慢慢着重，慢慢看重，所以选前都很看重啊，然后就忘光了。为了选票，我们有一群为了选票而看中，有一群原住民是看中人家的选票吧。有一群原住民哦，在我们现在这个女总统第一任就职的时候啊，她把他们请去她就职典礼去唱歌，唱完了之后，那一群原住民全部都出来骂她。因为他们说我们全部被他骗了。哦，这样。他承诺要给他们这个，给他们那个，所以他们很开心啊，哦，愿意参与在他这个地方。那我们的女总统她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误以为，你看我是很重视原住民的。不过我看了也是，对原住民也有一些政策的倾斜，也有。那其实太过倾斜也不好了，其他的族群又会那个妒忌啦，会那个。但是他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族群啊，而且人口又不是这么多。人口不多。对啊。你知道塞夏族有多少人吗？大概几千人而已啊。几千人，是。所以他们也是属于台湾的原住民里边少数的少数的少数的，所以才可能他们通通聚在一起啊。因为你在分散就没有人了，自己族没有人了。是。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分散办的话，根本没有人会唱。对。没人会唱，就于是全部不能做了。是。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因为这些缘故，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做。像他们在祭典之前，他们会有开办这种学唱祭典的歌曲课程，那就是你有兴趣的人，你想学的人就来报名。他也是都是各部落的人自己去的。第一次，那谁告诉你这个祭典的？我其实向天湖我不是第一次来，我第三次来了。前两次是白天来的，
然后我就知道有这样的矮灵祭。我是一月份来台湾的，到现在了，来看总统选举到现在了。然后呢，就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机会喽，两年一小祭。因为他们的时间都是前一个月才会知道。绝对不可能一个月前就知道，两个月前都不可能知道。哎，我到我之前知道是十一月这个大概、啊、大概这个时间，就是这个祭典的十一月中的大概这个时间，对。那所以大概咯，但是也就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讲他们那个五峰的跟这边的他们要开会吗？对，他们就是在正式决定的前一个月。对，我是五峰那边的朋友告诉我，哎，19号到21号，对啊，所以要他们的人你才会知道。我在五峰的那边的朋友告诉我的，然后叫我到五峰去看。我说，我要到向天湖这边才是发祥地，啊，然后这样才比较有意思啦。本来我是打算，如果这边看完，明天到五峰那边也好。不过这边很多朋友，我就在这边要停留下来。等两年以后吧。两年以后再去看五峰那边，比较比较一下。你呀，到时候要去啊，约你去啊。到时候我在台湾的话，因为你还没去过那边看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导游，他也是因为有五峰的朋友，所以他都是去五峰。那上一届，他因为知道我都在这边，他没来过，所以他就说他想跟我来一次。对，所以他上一届是来我们这边的。对我来说，来参加矮灵祭，除了参加他们的祭典以外，另外就是回来看我的朋友。哦，你在？我是塞夏族的朋友。对，以前认识的，就是这些年来这些年认识的。所以你刚才问我说我会不会全程都看，我说不会，有时候我就是到处逛一逛，会去吃吃东西，那有时候我就会跑去我的朋友他们的聊聊天的地方去跟他们聊天，对，然后聊一聊，有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要下去跳了，要不要一起去，就大家又跑出来跳一跳，然后说又跑回去了。哎呀，我他的那个不知道哪里可以插进去哦。他们的方式就是你要直接说，哎，可不可以借我插一下？随便找一个人都可以。你是在问他说，哎，这边可不可以让我插一下？如果他们说 OK 就 OK，他就说不要。他也比较随意了。要不然他们就是都会找自己认识的朋友。就是刚才，哎，他看到是自己的朋友，他就会让他。是是是。你有兴趣插进去吗？找一个位置再去感受感受一下，然后我就结束我这条视频了，因为两个小时了，好恐怖。这边可能比较不方便，因为这边离那个屯林的。你要不要去拍他们屯林？屯林啊。不同的姓氏哦，他是用什么样来？是，他就是靠摇晃，然后那个互相撞击所想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姓氏是用什么样来去呈现的？他就是有字啊，就像那个上面那个写风，那他就是可能会写风。他在用字写还是用绣的？绣。哦。
比较累啊。不要错。这个是我们的专家。不要开灯，不要开灯。好好。这个是我朋友。哦，好啊，好啊。他才是真的专家。哎。啊。现在的话呢，要找一个位置插进去跳舞。该游客在下了吗？啊，找个。他要跳，找个。对对对，我要边跳边拍啊，这样。对对对，感受感受。可以边跳边拍吗？不可以啊。哦，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好，谢谢。不是说有很多有里面有规矩嘛？哎，对对对。我们只是听他们的话在说戏，我们也没理解理解。哦，啊，不可以边跳边拍。可以跳，但是不可以开。嗯。像我们如果要跑到中间去拍，他们都会把我们赶走。对对对，他有他的规矩了。他甚至有规定那个空拍机都不可以。哦，我看那个上面写的，之前没有，后来才写上去的。对啊，因为怕影响到了。因为之前有时候会看到有空拍机在拍。哦。他们是可以，就是说你要事前跟他们申请，说你有这个需求，那请他们同意。如果他们同意了就可以了。对对。像比如说那些电视公司啊，或是有一些记者，他需要来拍片，需要帮他们做宣传，或者要做新闻报道的，是他们会用空拍机拍。要跟他们先申请啊，先跟他们申请就可以了。对对对。就像他的那个机屋里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的。哪里？那个记忆他们那个记忆，对啊，刚才只有